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4.6 版本攻略原神仆人流水太顶了。 4.7 卡池巨变， 4.8 混池开启，夏日肌肤名单确定，原神 4.7 雷神索尔新增待机动作，两位复刻角色确定，水神被延长。首先是备受关注的 4.6 仆人卡池的首日流水数据，只能说太猛了，居然远超前面的千只纳维万叶。而且截止到目前，仆人已经成功超某音17小时，通过抽取比例就能看得出，这完全是仆人一人拿到的成绩。福纳惠儿云元神最高是总榜12，水龙王首次 up 云元神最高是总榜27，水龙王63小时，仆人云元神最高到总榜28，所以正常来说仆人最终大概在60左右，看云元神变化快慢，快的话50小时左右，慢的话70加不是没可能，毕竟影响因素很多，大家先小小期待波吧。不知道你们觉得本期仆人的这波流水能超越水龙王再创小神福宁纳池的奇迹吗？有关 4.7 卡池方面，确定克洛琳德西格文莱欧最后一个位置会在福福和纳维亚之间二选一。另外克洛琳德现在自己超载队友不全，没队友最佳挂雷后台也就八重和北斗，斯科克也不是那个位置，看样子大概是个火系的气拐了。伊林现在数据偏弱，雷系是这样，气拐补强在后面，西格文就懒得说了，还是和之前一样纯战场小龙王娱乐角色，水龙王毁了这个家。 4.7 三个任务出场人员，西格文传说任务，西格文卡加尼维尔塞昂利奥利亚克伊斯翠阿奈拉扎尔莱欧斯利奥迪伦伯格诺安蒂布奥德利贝尔特朗莫加纳昂利西亚奥诺雷维耶拉扎尔纳维莱特波顿泰斯警备队克洛琳德传说克洛琳德纳维亚林尼弗宁纳泰蒙弗洛莱恩卫兵队长女人章凯瑟琳巴兰阿玛兹亚阿托沙戴因斯雷布空 4.8 条相师确定入池，尼禄海森稳复刻。不过对于调相师的技能组我现在也没说法，不过克超在吸气后台反应调相师燃烧，这三都和火系沾边，连仆人也有类似的攻击拐倾向，大概率是纳塔的补强了，都缺队友。 4.8 的三款夏日皮肤暂时只确定尼禄和起凉凉，第二期混池也会在这个版本开启，大家先提前期待播吧。众所周知，原神封丹 4.6 卡池的仆人终于登场，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都抽到了呢？随着 4.6 版本的到来，后续 4.7 卡池活动武器等相关消息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就后续卡池安排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4.7 版本中除了新深渊的到来外，深渊中后续也是可以兑换角色的动作的。目前特殊动作可以兑换的角色有秦重云香菱诺艾尔神里灵人雷电将军这几位，并不是全角色兑换，估计后面也是慢慢出了。这里的动作应该也是指的待机动作，有雷神的动作倒是让人意想不到。而说起 4.7 新深渊的玩法，区别也是比较大的。新深渊的地点在蒙德，第一期使用的角色也是限制火雷风元素角色出战，第一期开幕的角色可以选择早右北斗流浪者夏沃雷阿雷奇诺克洛琳德，玩家在进入时候需要用这些角色加入，没有角色的话也是会有试用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开幕角色必须出场，少一个都无法进入。而且开幕角色在新深渊幻想真境巨师与大世界中会得到特殊的增益，比如攻击或者防御力的提升，同时还会提供特邀角色白竹西格文艾尔海森莱欧斯利，这些角色不会受到这一期属性的限制，但是如果你没有某个角色也是不会给你试用的。这么看的话，4月7日卡池复刻的两位角色大概率是莱欧斯利艾尔海森了，倒是水神福宁娜估计得到 4.8 卡池才能复刻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